蔡卓妍呢日出席品牌限定店嘅开幕派对，今年嘅农历新年，阿 sa 去男友屋企拜年嘅时候，有冇俾长辈催婚啊？冇喎，竟然冇喎，得你哋啫喎，系啊，冇喎。新嘅一年，阿 sa 仲创业做老板，推出自己嘅护肤品牌啊！嚟紧今年会出自己嘅护肤品品牌，咁希望大家都可以 wet 一 wet 咯。